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顶级赛事棋牌乐》节目。在上周呢，刚刚进行了第17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我们都知道，三星杯呢都是黑马横行的温床啊，曾经有过神珠罗喜和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李昌镐夺冠的经历，同样呢有赵志勋外卡夺冠的经历。那么在去年呢是袁胜珍成为草根冠军。那么本届三星杯呢可以说是在今年以来2012年90后啊掀起青春风暴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次的四强诞生之后呢，老将非常的给力。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对局，那就是古力对江东润。我们都知道古力呢今年上半年的状态呢并不好，在多项世界大赛呢都已经出局，但是三星杯是古力的福地，所以呢这项比赛古力是非常的重视。那么古力在本次比赛呢，他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呢惊险的战胜了安国璇，而8进4的比赛呢遇到了韩国的世界冠军江东润，可以说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但是在这局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古力呢将他直线进攻的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仅仅用了123手就中盘击败了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古力就只身闯入四强。不过呢后面的历程将更加的艰难，他面对的是韩国排名前3的朴廷桓、李世石和崔哲涵。那么半决赛的对手呢是当今韩国排名第1的朴廷桓，预计在下个月将进行半决赛的三番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请上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王源8段和华雄明7段，为大家来讲解这一局非常有名的屠龙之局。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盘非常重要的一盘棋。这个是最近啊，这一盘棋是在我们围棋网络上，这个好多棋友他们都非常关注的一盘棋。而且这盘棋呢，它戏剧性的这个过程也很好。因为而且你说的就是说它的棋的质量非常的有戏剧性。对。然后还有呢，它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它是目前为止这盘棋可能是他人生之中对外成绩的第100盘。对，这是古力9段，古力9段对外。比赛的第100局，那么这100局究竟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一边看着这个棋，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哈。好的，这盘棋呢是本次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8进4。对。赢了这盘进入前4名。嗯。如果输掉，当然就只有来年再说了。我觉得古力对于那个三星杯还是比较有缘的，他是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连续4年进入三星杯4强的棋手。这个是一个记录了，连续4年在一个大赛当中进入前4。因为这个比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单淘汰，是，所以每一次你都要从三角下开始攀登。对。然后每一次都能够攀到上边去，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对，是。好，我们看黑棋下一招下了一个很稳的手脚。那么过去呢当然就是中间分头了，现在呢就发现啊，华林队啊，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的国家队的高手其实还包括这个话我觉得要这样说了，对，一个是职业高手，年轻的职业高手，还有广大的业余棋手，大家是一个等于彼此互动的关系。我看好多棋手啊，职业的和业余的，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当然领衔的呢是年轻的职业高手啊，思想很解放，招法非常自由，无拘无束。因此呢就像过去一下的这个布局，白棋要下一定是这个的，就早就淘汰得无影无踪了。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这盘棋江东润9段，江东润9段也是世界冠军。他好像是2次世界冠军了吧？他拿过资运会的冠军，富士通的冠军，富士通的冠军，对，至少是2次。但是江东润很不幸的是，他在三星杯中07、09、11、12年都碰到了古力，然后都倒在了古力的手底下。是吗？而且呢，他倒得特别有意思，他是07年是第2轮，09年是第3轮，然后这个应该是第四，八进四也是第3轮吧？因为但是他那个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双败，这次是双败，双败了，对，那也是第4轮，2、3、4。那看来下一回得第5轮了哈。也是一个特殊的缘分。是。江东润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韩国高手。他夺冠军的时候好像才20岁，我记得。行，那么白棋挂，黑棋下一招他也不加工，过去的下法呢也都是要加工，甚至过去的行棋逻辑性，这个续盘的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黑棋走成这个布局之后，白棋这个分头很大。如果白棋想要追求一下，他说我要
要去挂这个，对，就因为黑漆有任何加工，你看这一加工，我们把这个画面往这一定格，嗯，就发现黑漆这一招其实既加工它，嗯，又扩张自己，嗯，因此过去的布局理论啊，认为白漆不能挂，白漆不能挂，嗯，因为是这样不能挂，要下只能分头，嗯，那么分头的讲究呢，那么就是这个，嗯，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嗯，啊，过去的思路仅仅局限在这儿，嗯，但现在变了，现在啊。不仅仅是白漆有挂，白漆还不走，这个都有，嗯，是吧？你比方说，对，最近那个，这个，对，这个是吧？是，他欢迎你来连，是，这个其实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这些经历了过去的人来看现在啊，嗯，经常有颇多感慨，嗯。那么他是挂黑漆小费，他也没加，对啊，现在也不加，很好哈，嗯，我觉得我们的围棋啊。确实就是要常变常新才符合围棋的本质，嗯，哎，而且围棋它这个世界很大，它容得下你任何创新，嗯，是，嗯，非常有意思，嗯，在这一点上跟广大的棋友一定有共鸣，就是非常自由，围棋绝不是说一个死的固定的啊，谁要是一锤定音说一个结论就不能变的，不是这个，嗯，那我估计就没有什么人来下棋了。对，我还是话里对我跟广大的棋友这样交流过，嗯，我就说，魔方这个东西也很好，嗯，魔方这个东西也很好，嗯，我现在也玩不转，嗯，但是呢，有高手已经把它玩转了，是，蒙上眼睛几十秒钟也把它玩转了，嗯，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呢，围棋当然是跟它完全不同的，嗯，如果有一天围棋走到魔方这样的话，那就到了死胡同了，哎，那就该消亡了，但是实际上这一天是不会来的，嗯。好的，我们看飞进去了之后，本来呢一个街上一个流行色是这个，嗯，拦腰一撞，对，演变出非常多的变化，嗯，但是现在这个下法也不见得每盘都有了，对，现在的话好像这个也比较多啊，这个又多起来了，原来是你就以你那，嗯，以我们这年代不是以你这年代是加在这比较多，现在呢加在这又开始多起来了，哎，在这一点上，啊，又有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对，好像是在轮回哈，是这个根据情况下这个，但是这盘棋古力并没有下这个，嗯，这盘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一种心情吧，这也就是古力，嗯，他不喜欢走的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嗯嗯嗯，对，在这一点上呢，嗯，我觉得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围棋界说法很多，小华，嗯，第一个说法呢就是我们要说现在世界上最强的棋手，嗯，是古力和李世石，嗯，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嗯，不见得是真理，嗯，是吧，嗯，那么他们两位很强，前一段时间呢他们两位也是在这个三星杯上做了精彩的表演，嗯，四节连环，嗯，然后还加赛，嗯，但是插断，嗯，打断你一句话，嗯，就是说他们俩是，如果不能说曾经吧，嗯，但是他们俩今年嗯成绩都不太好，都不太好，在进行过的五项，今年是世界大赛的大年，嗯，在经历了五项大赛之后，他们俩挺有缘的，没有一个人进入前四名，是吗？然后他们俩就在这个三星杯上互相进入了前四名，然后他们呢那个半决赛没有相遇，嗯，有可能他们决赛又会相遇，啊，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决赛相遇，可能爱好者会想起当初的 BC 卡他们两个人的五番决战，嗯嗯，我觉得可能会激起我们心中的一种那个涌动的一种潮流，嗯，是是是是，那是令人非常期待的待望，嗯，哎，非常期待的，嗯，这两位也是一生的这个对手，嗯，是，啊，就是我们棋界呢他也很奇怪，嗯，就是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吧，你只要有一个高手一般总是有另外一个高手可以跟你切磋，嗯，一般是这样，那么他们两位看上去是这样，嗯，那么刚才接着刚才这个话题说，如果说，嗯，如果说古力李世石是世界现在最强的棋手的话，嗯，那么他们两位有很多共同点，嗯，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嗯，不想下旧的东西，嗯，总是想下新的东西，偶尔下出一个旧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陈谷子难之马就已经淘汰掉的东西，由于它太过陈旧，嗯，反而有新的那种意味，嗯，偶尔拿出来用用，他们两位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当然他们力量都很强，嗯，所以有那么多的棋友喜欢他们，哎，对，就是他们的独特的一种风格，对对对，嗯，而且他们两位也是惺惺相惜，嗯，这个私人关系也很好，嗯，这个是另外一个主角啊，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这一位古力和江东润，嗯，所以他就挂了一个，他挂了一个，嗯，那么江东润当然你不走我就走，嗯，是吧，这个地方又引起一个话题，嗯，下一招黑棋是走这个，对，关于这一代花脸队你觉得有些什么故事值得给大家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简单的从这个棋盘上的手谈来说是我行我素。嗯，但是一般的来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这边要一般来说会走一个，对吧？这个棋符合正常的道理，就像你刚才说分头一下，这个被一逼的话这就又是逼住你，然后呢又是自己这有掌控扩张，对，所以说从棋理上来说好像师傅这是必须要走的，必须要走的，师傅必须要走的。哎呀太大了。嗯，但是这个我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小浩，我还是建议这样说，鼓励呢实际上在这儿创新脱先了，脱先了他这个行为和他这个效果是不是顶顶好呢？我要给他画一个问号。我不认为他很好，对，但是他这个精神他这个思维方式我觉得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同时对于棋局来说呢，正是由于像他们这些年轻棋手啊什么都敢抡，所以让我们经常看到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些景象，在棋盘上，哎，那么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定位。要说到这儿呢，它就是过去在我们思考这个棋的时候，如果白棋飞进角，这个地方的思维逻辑是这样，如果黑棋因为某种原因想要脱先，想要保留这个余地下别的，这是可以的，但是一旦白棋得到机会尖这个的时候，对不起，你黑棋要走一个，因为黑棋他心里想的这个价值兑换，他想的是一个什么呢？您尖这个，我猜这个，我不亏。对，均衡。均衡的，因为如果您不尖这个，本来您还有可能走这个。是不是？对。你甚至这个张牙舞爪的下法，还有你爬了这个，他不是猜这个，他干脆直接撅根。他要给你闹事也有。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白棋尖和黑棋猜二，黑棋本身就不亏。黑棋甚至他说我愿意你这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超级高手仍然脱先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意义啊，主要是在这儿。哎呀，好多棋局真是托他们的福。过去这个话里面，我们学棋那会儿，过去要复盘要讨论啊，好多棋出现不合理的情况的时候，水平更高的人就大手一挥说：“你这个就不要摆了，你就拿下去。”是不是啊？没错，就有一个禁忌。这个非常令人感慨。我就觉得确实我们围棋界为什么现在中国围棋那么厉害啊，年轻人这么厉害，确实就真是跟这个时代发展的步伐、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合上拍的，它就是自由啊。行，有了这些感慨，我们再来看黑棋鼓励当然就脱，那白棋肯定没有选择。对，白棋他不能在他这个不是韩国棋手的风格，他不会在最多说在这先定个型，定个型，然后你走一个，然后这个总也要走的，总要走到那边。所以江东任当然也较劲，他下一招直接就到这儿，那你不走我就走，这一走太大了，这个棋就有一点像是，哎呀，这个解剖都不太好说了哈，差不多相当于三三下成这样之后，他本来应该下这个，结果他进这个了，人家这个猜出来正高兴，你这个猜二的余地都没有，当然这两个交换他是便宜了一点，黑棋便宜了一点，总的来说当然是黑棋方向对有问题，方向有问题，但是黑棋如果方向没有问题呢，白棋效率又不高，你比方说我们做这个示意图啊。你这个白棋效率又不高，他现在从这边来，这个稍微有点局促，是吧？这个先有鸡先有蛋，作为职业棋手呢，他们会思考这些问题。那么鼓励九段呢，我觉得最最值钱的一个思想就是敢于脱先，然后迎来新的局面。下一步要走了，下一步不走好像被人家再这样走过来有点对，这个头比较的局促，比较局促。你看你如果要飞这个呢帮他这个忙，要飞这个呢帮他这个忙，都是这样啊，所以他这个当然要出头，出头是肯定要出的，对。很有意思。接下来呢这个地方有一些后续手段啊，这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白棋本来可以不走了，如果不走呢黑棋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减重，那么在尖窗以下，如果按照定型的一般规律，它会先适应手，那么黑棋顶住，白棋再拐。但是这个下完了之后，对我们广大棋友来说呢，也许马马虎虎的一考虑，差不多是这样定型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职业棋手来说，他追求的更细。那么他追求的更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白棋下成这样之后不满意，为什么呢？他这一个棋跳不出来，跳不出来，因为这有一个跨，有一个冲断，这我们大家都肯定一目了然哈。是，因此他就不得不多爬一个。而在三线上被人家被逼无奈要多爬一个的话，他这个是也稍微有点难受吧？会吗？有可能，说不定将来还只能飞出来。他只能飞出来，
那么白棋这个形状呢有一点点压抑感，但是正如我们现在的围棋呢，它主流思想是自由，真的下成这样白棋也没有什么。对，白棋毕竟是先占了一个先，对，就像你说鸡生蛋一样，先占了一个先，在外边先走了一步，效率提高了，也有这下法。对，这个变化主要是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并没有下结论说这个下就某一方不行啊，它有些难言之隐。所以白棋呢，在这个定型出现的时候，它有一种考虑方法呢，就是不要先冲这个，因此它就先爬，是吧？如果你要走这个呢，它有可能跳出来，你合适的时候尖它可能蹲。是、啊、有可能，但是他下这个呢，黑棋又有可能会跳一个。那么你接下来这个就不行了，太慢了。你暂时不走，我肯定要挖粘吧？对，你暂时不走，人家又走、这个太大了，太大了，所以要挖粘。你挖粘了之后呢，他又有可能不是照正常的定型接上，然后让你跳出来。其实这样呢，黑棋也是可以下的啊，他实力比较高，他还有可能下这个。根据周围的形势。对。这个是一个思维，这不见得是一定要接住的。对，你要断他就下这个。他最酷的下法可以接着贴。哎呦，他借力而行，这边有可能成模样。是。那么就有这些内容。有了这些内容，说明一个什么呢？就说明了在这个棋形当中，看起来双方都是和平的状况。黑棋这三个子呢，你要吃他吃不着。但是他也没有钱，他也没有空。那么这一带就好像就是东线无战事的感觉，就可以不走了。那么就解释了为什么江东润在这儿要下一则棋，就是说刚才那些内容啊还是有价值的。对，他是希望黑棋在这下棋。对，那么自己先把头抬高。那当然鼓励说我简单轻描淡写的一下，然后我马上就不走了。他就回到下子。这样一来呢，这个续盘的布局我们要是解剖一下，发现有点像什么呢？黑棋等于是守了两个角，等于是这样。差不多，你换一个方式就是这个了。它等于守了两个角，那么这边当然黑棋的子力是很不错的，上边这一带呢，就有点未知，不太清楚。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棋友对这个棋形认为鼓励九段连续脱先，以下边黑棋已经守完两个角这个为它的基本战场来看全局的话，认为黑棋不错，有这个结论呢是说得过去的，好像。但是以你这么一解说的话，那就是说我认为白棋现在就不应该跑出来了。因为既然这地方下了这一步棋，要让这步棋它的效率变得有用。对对 对, 对，要有面子。对，你看吧，我走的你不理我。对啊。你很酷，那么你走的我当然也不理你。是在可以的时候，是吧？当然他这个棋形退一个还是退一个，这两个放在这儿，这两个放一下也是可以的。对对，他就算死了也多死一个，味道多一点，味道多一点是。那么下一步我们这一代就可以推荐两个下法，换脸对，就这一代如果白棋要接着走，首先呢就是这个飞。这个飞我觉得意义可能不太大。这个飞因为它的背景，如果这边是白棋那还可以。这个如果假设是这样，假设是这样，是这个还漂亮。下棋攻击的一个是说要让人家难受，另外一个你是要达到你的目的。你这个目的好像不明确。不明确，这还没有。是。那么就是我们来直接的穿呢，穿断。那当然是，这个是可能给烂九个子的水平的了，因为这个刚才这么，如果就算被你吃掉这个一子，围成一对是没有用的。对对对。所以这种棋的效率就全部不对了。这个不行。对。刚才所以必须说成烂九子，这个让我九子。所以必须对总体攻击，这是就引发了我们这说的这下一步要总体攻击。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这个。这个下法呢，就是在对方比较虚幻的棋形当中呢，你给他聚焦，就等于拿着枪啊，三点成一线瞄准，就这个意思。你要不然雾蒙蒙的一片，你没法聚焦嘛。这个就有这个意思。那么一飞，下一步我再一穿，这个总是还过得去。是。觉得白棋很舒服，但是其实啊，真的下成这样，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等于白棋在这一带花了四手棋。四手棋，哎，还是不错。蛮肥沃的啊。所以这一次呢，黑棋要硬。那么他一硬，你这个当然要长了。长。他接。他只能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定型。作为白棋来说啊，就先聚焦嘛，先是便宜嘛，然后哪怕是你要飞也可以嘛，你要拐它就跳嘛，这也是一种下法，是吧？它借着纠缠你啊，扩张自己。还有一种下法，就是在于给我们广大的棋友重复一下，对方的棋形比较飘，你不好就好，就是那个《智取威虎山》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拳头打跳蚤"，你拳头打跳蚤，你怎么打得着呢？你肯定要先瞄准嘛。
打在棉花上，打在棉花，这个妖怪也可以考虑。其实是这个两个的形状，比如无论是这个也好，这个也好，就类似于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要点。其实，对，其实是希望他借力打力。哦，对，他这个白棋就是里外的交换，太高兴了。待会儿有机会再来一下，对，这个才舒服啊。那么，如果你不走这个，你出头就有点障碍。出头，你比方说要出头，那这个就他继续聚焦。这个有些虚的形状啊，就是怕人家聚焦。你说再下一个这个就赢了，再下一个这个是另外一种棋就赢了哈。那么你要补这个段。这个下边怎么办？这个下边不能背棋。这不行，所以这个尖不行。那么你就要防他这个靠，但是你怎么防？这个棋现在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还是想给我们广大的棋友说啊，就是也许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有些棋友的水准没有那么高哈。那么我们认识围棋怎么认识呢？我建议大家从基本的棋形认识。基本的棋形包括什么呢？你比方这个叫小尖，它就一定是结实，但是效率低，相对低。那么比它好一点的呢是小飞，是吧？小飞效率好一点，这也是一个小尖。但是呢，小飞这个棋形某种情况下有一定的薄位，它是一个辩证法，你特别坚实的东西效率一定低。你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器物当中啊，这个鼎是最好的，就是三个角的鼎，就是三足鼎立啊，三个角的那个鼎是最合理的，你四个角的鼎呢好像浪费了一只腿儿，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看就是这个高差二这个棋形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如果我们从基本步法来看待围棋的话，它就是效率在有些时候比较高，但是他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他要回补的时候，他不怕你切断，他怕你袖子，他让他补，因为他无论怎么补，你看就发现一个单关加了一个病，是不是？你如果一个小尖加一个飞呢，整个这个棋形效率也不高，这还漏着一个穿。因此呢，我们如果从基本步法来认识围棋啊，从最基本的做起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捷径。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是等于说你这个跳的话，今天如果说是在那个咱那个写文章的话，他会说是轻灵的跳加个负子，既然他是轻灵，他就是跑得快，他不能在里边就待着了，对，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作为白棋来说呢，本来符合逻辑的想法应该是这个，但是这盘棋我们要给大家交代一下，下到最后鼓励在这左边西边这一带把江东任的集团军全部歼灭的时候，这边毫发未损棋就下完了。我觉得对于白棋来说，他的行棋战略肯定是不如鼓励那么高。我就是说现在的棋呢，就是看的是有的时候说耳目一新，但是他实际上他是受到一定的时间的限制。比如说这个三星杯是每方两小时，中午不打挂的，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见得就是说我们这棋就不能去推敲他，他正常的这还是一个棋理，对不对？是一个棋理，对对。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很有味道。那么白棋下这个，这步棋，我觉得这个李四四的力量估计也差不多就在这儿。就这样啊，我觉得这步棋好像力量稍微又有被有违一些基本的棋理，因为这地方很厚啊。我觉得这个稍微远一点是不是会好一点？对对对。为什么离敌人那么近，好像是某种程度上对他也产生一点的？现在好像。是不是应该远一点？是，但是这个现代棋都很自由，它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就是它这个就变成这边也虚，这边也虚，让你走一边，它另一边借力可以有一些经营，也许它是这个，它是这样想的。如果下这些，下这些呢，可能就是这个虚的容易被它破掉，然后没有牵制住，这个是非常抽象的一种布局思维，这个是，简单说来叫怎么下都可以，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棋友当中有愿意品味的，这个刚才华林队说这些究竟是进一路退一路，实际上华林队的这个弦外之音呢是绝对有问题，但是他又不好直说，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品味就行了，实际上怎么下都可以。他下了这个，那么黑棋进去是吧，白棋尖底，黑棋长，白棋再跳，对，然后整个这一线白棋比较弱啊。对，黑棋的下一招是白棋是走在这儿，白棋是对拆三，拆三的话一般现在不会拆二，对，这二被他紧紧逼住之后，总体上还是没好，
猜三呢，他就是说将来有机会他也许补一个好一点，嗯，就算你打入呢，他反过来看，他逆向思维，就现在这个棋思想是很活，就我觉得我们围棋盘上有些思想啊，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诺贝尔思想奖，如果有的话是完全当得起的啊。他就反过来看，等于看成你吃我的时候吃得谨小慎微，你本来应该吃这个，结果您吃在这儿，吃在这儿我没有更好的事儿做的时候，我在旁边来秀你一下，哎，那你吃得更少，哎，他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思想。对，这是一种思想。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说，他走完这以后，下一步他走一个，这边两边各有一步，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余地。哎，对对，他等于就是这个嘛。下一步我任何时候不要补得稍微好一点，或者是这个就是断尾求生，可以从容一点。换人队的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候这个棋不要下死了。对，能给人家留点余地，你自己也有余地。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行，这个也比较抽象，但是我觉得呢，鼓励这个打入它主要有一个思想，就是本来呢也可以考虑任何方式的下棋，这些都是棋，但是呢他比较讨厌人家这个，就是以后啊，如果白棋这边厚了的话，对，哪怕他现在就来秀你，也很难受，因为你实在不愿意下这个，对，但是好像你又不能忍受他的这个或者这个，对，你如果走成这两个的话，这个棋太凝固了，对，这个棋形呢，这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来聊啊，就这个棋形。在黑棋已经有四个棋子比较强壮，看起来比较厚的情况下，结果被人家做出文章，最先出自谁呢？出自吴清源，就是吴清源过去下的时候啊，日本棋界认为下成这样就行了，结果吴大师后来跟藤泽鹏哉下，把他这个地方弄得非常难受，就是子力多也把对方吃到了，结果非常难受，哎，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做一个标题先在这说一下，然后鼓励，因此他要防你这个，恨不得你任何时候走这个，我都是这个。我绝对不会理你，他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看白棋，当然总体说来这一线整个下边到这边啊，白棋好像就是风雨飘摇的样子哈，很弱，对，没错，同时也很轻啊，有这个意思。好，下一步他是白棋尖，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要出头，对，如果再换一个颜色的话，对，这个黑棋的太恐怖了，对，这个太苦了。当然白棋出头，哎呀太苦了，花莲队，我想说哎呀这个棋太苦了，但是人家说啊，假如就下成这样了呢，你就一定赢吗？你好像也不一定赢，是就是现代棋它这一点啊，非常的叫做辛辣，非常尖锐，现代棋啊，我们围棋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它就是尖锐的地方比较多啊。行，我们看实战白棋尖，那么黑棋下一招照这招棋，我觉得这招你摆的有点快了，可能不过大家有可能也都看过了，因为一般的来说的这思维总是这个走在这儿的，然后呢白棋一尖，黑棋一立，白棋快快乐乐往外一跳，对，跑得很快，二路还可以搬一下，二路搬一下，免得将来被点进去，免得这个是三三，然后再一跳，跳个二都可以，跳个二也可以，也可以，然后。你这个地方还不太好，全局，这个黑棋的实地也不见得领先，也不换，也不换，但是这一招一出以后，还有换领队，我们接着看正常的棋形啊，下成这样之后，当然这些好像也是有的，是吧？这些的话我知道，你想让我是不是想让我走这个？哎呦喂，这个是，这个弄的就这个形就薄了，就像跟刚才的意思是一样，意思是一样，你这个最好来一个这个，然后我一接住，哎呦，这个万一将来立了，这还是不。那个对行动有障碍，对，所以呢，就是普通的招法，我们见得比较多的招法呢，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很满意，然后我们看到鼓励这招棋实在是，他从宏观上来说也很好，你看，甚至兼顾了这个，说不定生源将来这个的打入，我们开始吹嘘一下啊，煽火一下，兼顾这个打入，同时呢，直接进攻这个，影响下边，哇，这招棋太好了。没有，你当时这个棋刚下到这儿的时候，看着的感觉就真的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这个走不太动，你就突破了一种常规。对。所以这种地方是鼓励特别强的地方。哎呀，飞跃的一招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如果正常的话，比如说，他现在是走这个，这招其实想了半天才走的。我估计他想了半天，他本来可能还在想人家能不能封住这种，人家这一跳什么事也没有，对，所以这棋能不能飞出来呢？这个飞它还是被挡住，它这个棋形不太好定型，还是走不动，还是走不动，等于你要下的形状只能在这儿。那这个被冲过去，二愣子就一个一个冲，你就没办法。
当然了，作为白旗来说，还有一个下场就是跑这个，是吧？领队他跑这个，跑这黑旗就贴回来。那跟刚才这个我们比较一下，是完全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他像就钢筋铁骨一样。那么然后你就飘啊飘，这个回家的路是非常漫长的，整个这些地方都很虚，被黑旗做文章这受不了。哎呦，干脆我们来一个酷的吧，摆给大家看看这个示意图，哇，这个简直太漂亮了，对，缠着你走，然后待会儿上边打入啊。因此呢，这个确实是好棋。作为白棋来说呢，华林队，我觉得他是直接下，怎么下都下不好。直接下怎么下都下不好。那么有没有间接的脱卸的呢？我在想，就是这个下法不见得怎么样。因为他们这盘棋太好了，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要给大家聊一聊啊。到后来更精彩啊。这个盘棋非常好。那么有些图形、有些招法，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不见得怎么样，但是呢，值得考虑，也许对我们广大的棋友将来下棋的时候有用。你比方说就是这个妖怪。哦，这棋靠在这儿。对，这个妖怪招。你这靠上去让我眼睛，不见得行，不见得行。但是它是一个思路。首先呢，如果这我必须要搬。你如果搬呢？我搬这的话，你是不是往上一层？对，就跳这个更好，更舒服。这个已经出头了，已经出头了，通过这个，那么你就要搬这个，是吧？你搬这个，它有一个妖怪尖。尖。对。那如果我要打下去，他就搬，那么这个棋形这个清楚了，对，走不动了，走不动，走不动了，你再走，他一爬一搬都可以啊，这还有咔嚓，你接嘛，当然他就退回来，你这刺得他难受，但是他待会儿愣冲断你的时候也很严厉，还有这个妖怪夹，他再夹你一个你也难受，因此呢，那么白棋是不是尖完了，黑棋要考虑就是转换了，转换，但是怎么转换？那当然只能贴回来，说是贴一天，他二路可以搬你一下，我缠一个，缠一个，那他就保留了，就渡回去。这样形成个转，我觉得黑棋还是可以，但是作为白棋来说，是不是就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由于有了这个呢，将来你走这个，他有可能有这个，是不是？这脚基本这脚死了，不见得活，但你这有个穿，他也有可能走这个，就你搬这个的时候，他点这个，你不一定能够活，所以它这个算是一个下法。此外，这儿还有很多变化，我就不好一一给大家摆了啊。大概摆这个。如果挡下去，这被刺好像不太行。对，好像不太行。这个形状裂了。你吃了这个，它这儿冲出来了，是吧？大概应该就是这样，或者是你就先吃，要不然就先吃。先吃一个，然后再挡住。对。但是它这个白棋也很大，它就吃，你吃它提掉，然后这个冲出来，这也是它。这个你就好像这两个子要被他吃掉，当然这边黑棋也很大，黑棋并不是不好，就是说作为白棋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但是从对棋的心理来说，白棋这个尖崩，一个是他自己跑，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好像带着他一块走，哎，你现在这个死了，对对对，这个死了，如果这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白的可还行，这样的话，这个好像这个汪洋大海有点大，这个像油田，像个石油油田。有点大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行，但是这样的招法和思路呢，我觉得应该借他们这盘棋介绍给我们广大的棋。如果这个局部来说，这个靠确实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其实类似于有的棋就是有这种靠的，就是这种的形状，对，它是借力，它主要是借力，是如果你要竖嘛，它再冲，那太舒服了，这个就好了啊，就这意思。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江东任九段爬这个我们很高兴，我们发现鼓励就很轻而易举地走到天上来了，应该说鼓励很高兴，因为你想鼓励走这个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想最，他肯定不会不太可能想到的，也可能会有这种一闪念，但一般的思路就这两个，他会防这两个，而现在你既然就直接走了这个，那他鼓励肯定高兴的，对不对？对，这个地方按照棋形呢，华林队本来是有家的，但是江东任对鼓励的力量很清楚，就是他直接咔嚓，对，没别的，对，连这个呢有个挖接，他好像稍微差一点，他就接，你走他就断，让你缠着你。有人说这个缠也是可以走的，哦，对吧？哦，这本身你我也不怕，哎，等于你现在来个这个，对对对，你帮人家忙，对，所以他不能加。平时一般来说这跳不是挖就是加，对吧？对，现在跳了挖加都没用。我们广大的棋友都知道这盘棋啊最近太有名了，而且刚才华林队给我们介绍了，它居然是99盘之后的第100盘，就是外战100局啊，
意义很大。那大家从网上也都看到了，知道这盘棋是最近著名的屠龙之局啊，倚天屠龙之好局哈、啊。但是呢，实际上沙大龙的故事呢，它也是一砖一瓦逐渐推起推出来的，是逐渐长起来，不是现在就是鼓励就要吃它，嗯，现在吃它很遥远的，它是一点一点的，哎，我们现在就是在推进这个过程，再给大家看几招棋。那么下一招白棋是只有长，嗯，既然别的下法不行，那么黑棋就正好尖、白棋这个地方被它下去了，那等于刚才连这个子都不对了，是啊、你都来不及了，全都来不及了，所以这招棋几乎是必须的，必须的，而且很大。嗯，但是当黑棋从天上这个飞过来的时候，领队，我觉得呢，具体的变化的你说，嗯，具体的变化因为好多算不清楚。是围棋呢，黑白子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新的物质、新的能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嗯、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呢，发现黑棋自然的走到了行云流水，行云流水，漂亮。天上这个乌云滚滚啊，嗯、黑云压城啊、而且下边呢这个白棋啊，严格的说来是碎形。嗯，你脱先稍微黑棋这儿有点头，他一猜二几乎说我全部都是我的空。因此中府这一带，当黑棋很自然的走到中间的时候，这个序盘啊，我们的鼓励已经明显占优。对，等于这次走在里边了，这三个字。是啊。好的，精彩的故事呢还在继续，那么我们要不就先休息一会儿，好，待会儿我们再接着欣赏。好，各位棋友，欢迎你们回来欣赏我们今天这盘非常精彩的对局。那么刚才我们在续盘阶段啊，这个用的笔墨比较多，把它这个来龙去脉说一下，因为最终呢还是要汇集到这个沙大龙上去啊。各位棋友都喜欢看沙大龙。行，现在是黑棋优势，白棋呢，总的来说这个还是被这个气势被黑棋压制住了。但是呢，围棋妙就妙在这样，有的时候啊，它有否极泰来，就是我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怎么办呢？我就非常麻木的等待。机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消极等待来的。围棋盘上的故事就是这样。因此呢，江东镇现在他不急不躁，他就下了一个这个。这招棋当然是，显然你不能说它很漂亮，是吧？对，它是为了自己，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自己活棋。不过我觉得，如果黑棋来封，这个好像我估计大家一秒钟上去，对，这个好像给人感觉很舒服，浑然一体，对，好像这基本上都会走在这儿，为什么不走在这儿呢？对，华林队，请你指教。我觉得这棋，以鼓励的棋风啊，可能担心这地方黑棋比较薄，因为有可能没有走着最后的效果。如果黑棋白棋活得很干净的话，他可能希望就是左右缠牢三块棋、三个子，这个是一种没有把握。虽然说是很舒服，但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就很难说。比如说我这边靠一个，哇，厉害，这个是受到这个的启发，这两个这个棋形的一个弱点。对对对，这个主要是黑棋不能搬这个，如果不能搬就只能退，那退这个空间。对，这个就活起来很，这个如果活完了，那它可能就有反击了。对，这个外边就变薄了，就变薄了，没有缠住它。对，嗯，刚才华领队说到这个这一招棋，希望我们棋友留下印象啊，居然有二路拖，这个棋有二路拖，这个棋留下印象。但是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理念上的东西啊。就是华领队刚才说了，他鼓励呢是想把它撅起来，搞得它三块都不活，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什么道理呢？用语言来说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想把它形容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棋士啊，围棋是黑白双方它是互动的，棋士的互动需要能量，因此像这样的棋如果能够让对方不活，至少现代的年轻高手他们眼中看待这样的棋呢，就是只有对方不活，他这个发动机啊才有劲儿，这个心脏才有劲儿，白棋一活了，我们知道围棋就是他在盘上一活透了之后，就周围就没有文章了嘛，因此他就让他不活，就使这个地方的棋势它的运转啊，黑棋就产生了一个力量，就发动机在转，那么这块不活你要动，动了影响这两个，或者影响这两个，甚至波及到上边，就有这个意思。是希望我们大家能体会到这一点，那个太棒了。也就是说他这招棋是敌之要点我之要点，从局部来说他的手段是这样，从那个这个是战术上是这样，从战略上来说他是为了把他那个左右缠牢，对，左右缠牢，借力而行，让你这个左右不能兼顾，啊，兄弟打架，这些都是味道都在里头。作为白棋来说，确实是如果黑棋这块也有根，
外边又有头，然后自己就是完全是落荒而逃的话，这个棋确实很难下，是吧？没错。哎，我们看白棋下一招实际上是跳，它是跳出。所以一般来说，你就能够解释这招棋，其实这两步其实连贯的一个组合拳，而不是大家好像看着就哎先罩住很舒服，不是这么一回事。虚滑了，这个虚滑，哎，就这是这个棋形的一个要点。它跟它的意思一样，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盯着你，狼盯人。不让你活。白棋下一招，我们看这个地方，古帝是下得漂亮啊，靠下去好像，如果我看这个棋，我又觉得这黑棋又茫然了，怎么进攻又茫然了，不知道怎么聚焦了。是，然后我们看人家古帝怎么下的，他就死死的夹着你，不让你成眼，你说这个人烦不烦？这个如果要主度呢？主度这个，不会吧？如果人家要主度的，那就竖起来。对啊，这个全是断点。这个就是稀里哗啦。快要死了。不是，你主度的目的是干什么？你主度的目的是让发动机运转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个发动机、引擎的概念嘛？哈，就是围棋确实这样，它和现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一点不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就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围棋盘上的只要两个眼做活的棋，它活了之后啊，这个东西是亘古不变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高山沧海桑田经常会转换啊，围棋盘上就是两个眼的活棋，它随便怎么都不会变。所以呢，作为我们为了保安全事故取合，那么就想，哎呀，我龟缩在一个地方两个眼做活就最好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了。那么要对对方要进攻的时候，就绝对不能让他成眼，不能成眼他就必须跑啊，他一跑我就借着追击他，顺势达到我的目的。我有很多目的可以借追击他达到，这就是围棋盘上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古帝这个，他是招招不离后脑勺破你的眼。对啊，话里面刚才要是白棋说我很害怕，我知道古帝这个棋很厉害，因此我跨，那么你必须冲，是吧？然后我再冲，这你必须打，然后你打吃，我打吃，然后我接住，我再打吃，然后我提掉，我这个还不敢拍，这个拍要崩，我就干脆做一个胖胖的形。你觉得这个下法行不行？这个下法的话，我觉得白棋靠出去，你这地方已经先损失了很多，然后将来这个您刚才说的两个眼好像还没有吧？我这以后这两个眼是绝对没有的。一个眼都不见得有，一个眼基本上有了，但也没有，你可以这么冲断，然后恰吃，对对。所以看起来一个花架子很胖很饱满的虎口形状啊，还没有两个眼，这个江东人这个棋很难受，所以这个没有迫不得已不能这么下，算了，他走这样，那么古帝就盯着他，这个地方是古帝下的好。白棋靠的时候再加，加的时候是肯定是我刚才下意识说不能，就目的现在的目的是要求活，所以你立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对，这是不对的，他要补自己的断点，所以他虎一个。对，他打吃。我们发现这盘棋江东润小尖的形状真是多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呀，这个效率白棋可以先把自己走后了，这一茬又盯着，这个总不能这样去做，这个是假眼啊，做了半天，这还只有一只眼，所以还是要跑。那么下一步他是跑吧？他是跳出，黑棋这边补了一个，这棋真是好啊！对，补一个，黑棋补一个，这个很重要。这万一出来的话，这个很麻烦。对。44同时他还瞄着一点什么，对，这会儿呢要是落荒而逃呢，当然这个就完败了，这个棋就空也不够。江东润到底是江东润，这个他这个棋就是看起来很绵，实际上要发力的时候又非常有劲儿。韩国棋手像江东润啊、朴永训啊，这还有现在的朴廷桓，这些都有这个特点。下一招棋也挺吓人的，就是这个，哎呦，一看还以为棋谱摆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招棋太犀利了。等于说它其实一个声音就是告诉你，你不能挡下来，如果能够挡下来的话，那这招棋就不叫犀利。对，又是一浪九子了，又一浪九子了。但是不能挡下来，挡下来的话呢，它一尖。哎呦喂，那你这边还要连。对啊，你连在这儿要出事儿。对，这互相之间，所以说，但是你不能挡下来。作为一个职业棋手来说，如果被他走成这样的是很难忍受的，很难忍受。所以当时我记得在网上有个非常有名的职业棋手就在讲棋啊，他就说这个棋一定要挡下去，这棋不能忍受走这个。是吗？但是这地方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真的是我看完这盘棋之后啊，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也是跟广大棋友一个交流，就是棋大和小的问题。
虽然这招棋从气势上来说实在无法忍受这么下，无法忍受，但是他的主题，他要掌握一个主题，在掌握主题的情况下，他可以舍弃一些小的东西。对，就是说有些时候什么都可以忍，只要你有一个主要的目标，不是说你忍来忍去忍到消亡了，它是如果有一个宏大的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局部必须要忍，还有呢，如果你不忍的话，你这个更难控制这个局面，是，它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对，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还是要说江东任他棋力是非常强的，你别看古力就像拳击一样一直在进攻，一直在打。他突然一反击的时候，这一拳幸好古力还忍了，如果不忍的话，那双方又回到军事了，对，都看不清了，都看不清了。这个地方很感人，就是我们看完这盘棋之后，好多这个网友啊棋友大家都很过瘾嘛，这古力确实下得太漂亮了，赢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还是要把眼睛的余光瞄一眼，瞄到人家江东任这一招棋下得非常好，是，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之前，当然你这盘棋是赢了，在这之前对这个局部的这种点是不是看到了，对，他古力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但是他当然就像这个鲨鱼在海里一样，闻嗅着这个血腥味了之后啊，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刚开始你像现在我们以一种很愉快的心情来探讨这个棋，要是实况的话，你领队肯定，但是实战的时候看到这个点的时候，内心里还是很纠结，因为没有看见你这个别的东西，你是现在暂时还是看不见，你在急需一种东西，所以你当点到这的时候，内心里是其实是很痛的，被那这么捞掉，痛并快乐着，行，因为他是先手，你这个受不了，你必须要补，是，他是先手扳机，搞得不好这个地方全部化成白空的话，你吃不着他，你形势不见得好啊，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古力忍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忍了，忍完了之后，这个江东任白棋飞了一个，对，黑棋先尖刺，接上，然后黑棋再跳，是吧？那么白棋，哎呦，这一票，乍一看很漂亮，漂亮啊！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感觉啊，漂亮啊！黑棋忙了半天，也就是这一点点空啊。对，就这个很局促的，其实这空并不多。并不多，好像不怎么样。我们接着看啊，就这招棋挤了一个先。是挤了一个是吧？对，先挤了，接上，就是这个点。这个点我就说江东任这个点好啊，我们古力这个点也好，这个点啊一点到我发现黑棋优势了，因为当时我在网上在看这个棋啊，就很用心的看，那么一接上之后你就必须要接啊，一接上之后实际上换领队这爬进去就已经活了，对，活了局部，如果我一招就可以拿掉你这个角和边的一半的话，那你的棋子效率是有问题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点进去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没有想象那么了不起了嘛，那能有没有可能在他点之前，反正是我就搞不清，我反正实战的下法我只能这样说，江东任九段实战的下法，这一串下法我是很高兴的，我担心的一个事情呢，他究竟怎么样，也许是莫须有的啊，我担心的一个事情是白棋什么时候啊把这个双刺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刺好，他如果能刺着，那你要双刺掉，那你只能在这个之前，只能在这个之前，这之前， 对，我不知道他应该，你这冲过来，先手冲断好像也有点扛不住吧，对，就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刺到，如果能够刺到，那么黑棋没有这个点，脚上就没有活了，走这里就挡住了，那就挡住了，甚至你点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你点三三他也可以跳这个，只要刺着这个，就这个地方啊，这盘棋也怪，都是什么罚站啊，小尖啊，这些棋是棘手，你看这个也是鼓励罚站，这个也是一个罚站，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一个弯弯绕，这个意思，呢就，没错，不用深深的去研究它，就是我的担心。实在呢，当我们鼓励点到这个的时候，长长的叹了一口，就是舒了一口气，哎呀，太舒服了。好，下边一爬。这个局部比较有意思啊，它是，平时正常情况下，它搬了力是可以，局部是可以硬杀的，对对对。但实际上它这一飞。这个地方走过来以后，这个气可能杀不太过。对，你靠，你走，哇，这个简直是要命，要命，要命！你走这个，想起一个小品说的，人家唱歌是要钱，您唱歌是要命啊，这是要命啊。对，这棋不太好杀。对，人家打入是为了活棋，你这个黑棋打入是要命啊，这个白棋危险。所以白棋不能搬。不能搬怎么办呢？只能在外边退缩，那么。
这个棋实际上江东润一看也是长叹一声，只有走这个。哎呀，走这个这黑棋简直太舒服了。首先我们可以活了吧？嗯，黑棋飞一个，嗯，一点，然后走这个，对，然后一急，你接住，接住，然后他一跳，对，这招棋我们广大棋友一定会，二二一跳，两边同行走中间，嗯，这是铁活，嗯，不过这个铁活完了之后，这是不是有个这个？接住，对，哎呀呀，这个是很难看，这个单关，但是有可能会形成。攻守颠倒，或者我就是外边走一个，对，他至少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么一个，就是我们把这棋形摆清楚了，才能，理解后来黑棋的下法，对，很好。总之这个地方黑棋一点一接，一点一接，留有一半，留有活棋就上边等于我拥有一半的权利，这个时控是就已经收入了，银子已经哗啦啦的就跑进来了，因此我觉得这会儿黑棋是明显优势，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成这样之后，江东润上，那么下一步古力九段，哎呦，又是全是，你看古力下的都是什么挨着的，这一招一式都是挨着对方在走。这招棋啊，一走的时候，当时我正在想，这棋这个走这招棋的时候，江东润按正常推理，江东润这边肯定看见这个，看见。如果看不见这个的话，那人家这招棋就太臭了，对吧？这推理的很正常。那如果说是人家看见了这个，他为什么还要挡住？对，为什么还要挡住？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经常有人说你们职业棋手好像很少看见屠龙的。其实我觉得是双方被逼的。对，对你退的话再一冲，对，我想问你，你能挡住吗？对，这个显然不行啊。我在这一段这个括弧，这一夸啦，我哪天这边来天，哎，你可以这边吃一下。这个受不了，这个不行，这吃一下整块都没活。是啊。对，所以呢，他冲到这儿，你只能再退。对。那么黑棋当然可以飞出来。总体上说来对你有进攻，那么白棋合乎其理的下法，能够下到这儿已经不错了啊。是，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跨了家，但是这儿有些纠结。总的来说呢，现在黑棋已经连上了，所以这是小关子，白棋要走这个，不然这个太大了，这个是棋，这个都是棋，是因为你整个这块不好。那么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这个，下一步古力九段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的活掉了，这个断点已经没有了，这个断点不存在了。所以古力九段兼这个，它的出发点是这个，是吧？是。按理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的话，实际上黑棋这个兼啊，不见得比这个拆二大，是吧？对。因为它最帅气的下法是什么呢？我放在这儿，让你再补，你在这儿补一个。你再补，待会儿我这有没有挖？我这个是哗众取宠啊，没错。如果你不走，他走这个也很厉害，是吧？但是为什么古力要下这个，就是和那个有关系。他其实说他这个，我现在老想着战略战术了，走到这儿的时候，他无论为了这个还同时也是为了这个，这周整块都厚了，对对对，那他就有空中优势了，有空中优势，高者在府啊，自然厚了，然后把那个时控一撅，白棋全世界已经数不出几步棋了，你看这个时候全世界可能这招棋放在这儿好一点，在这儿更好，别放在那个攻击的地方了，对对对，在这儿更好，对，这个是古力大局观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古力九段、李世石九段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大局观，他们虽然是盘上的战士，就是赳赳武夫，可以说虽然是战士，是士兵，是将军，同时也是元帅，就他们这个大局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全局双方棋子的死活的关系，还有力量的关系，因为黑白双方它力量有一个制衡的关系，是吧？对这些嗅觉非常好，你看他这一间就是非常好的说明，是吧？本来如果我们要评这个棋的话，不考虑左上角这个变化的话，我们会说这个间，过于这个执拗于作战，对，会这样评价的。是，没错。你这个宽袍大笑的一走，这不是很好吗？对，这个是不战屈人之招，啊，你这么补的每一招棋都是没有目的，对对对，没有目的，然后高高兴兴大场一战不就行了吗？但是你理解了这个，发现古力九段啊，他和李世石，所以我们这回啊，真的很期待，希望本届比赛最终进入决赛的是古力和李世石啊，是，那又是非常精彩的，就他们这种大局观啊，常人不能及啊，常人不能及。行，我们接着看，那么白棋当然，这个江东润是咬着牙挡了，这个因为不挡啊，他知道面对古力是等输，对，这个是等输，是没错，这个，要这个被打死也不能被吓死，所以他一定要挡住。那当然，古力这招棋，我估计一秒钟都没用。对，这两招棋肯定是连贯。其实，而且即使我觉得
即使不行，至少解得出手，要不然太丢人了。对，气势上已经被吓倒了。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话里面有说到一个棋，围棋技术之外的东西，嗯，情感上的东西，就是即使不行，我都要这样下，是，要不然这个受不了。就是有经常你大家看见，比如说像三番棋五，三局两胜之五局，三局两胜五局三胜，经常是会下到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彼此自己的一种心理。对对对。行，哎呀，这个棋我们要稍微摆一下，放在这儿给大家建立印象啊。你看它是尖，但是同时我要说啊。真是太极功夫的话，如果不是左上角的这个逻辑关系的话，黑棋不走最好。对，从旁边的迂回让他接着补，这个难受死他。刚才我们说到围棋的基本形状啊，小飞效率高，但是当他自己要补棋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棋子是鱼形。你看他要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棋子是鱼形，这个就是鱼形。那么小飞效率高就让他补，哎呀，这个简直太棒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来感受这个啊。非常感谢他们两位，这个棋简直下得太漂亮了。我觉得这两步棋可能在某种程度，就比如说别的，比如说天地，这我估计都是称为经典的那个。经典，经典，经典！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视觉效果也好。以前那个中央台曾经有过一个专题叫屠龙记，屠龙记这个肯定是最好的一个。对对对，以前屠龙记，但是这个不是说江东润被打得稀里哗啦，他是明知故犯，他必须铤而走险。是。那么他这样变化才复杂，他鼓，那么黑棋当然吃，接住，接住是吧？是这样吗？他是接这个的，他是接这个的啊，对，摆错了，他是接这个，一加他接这个，对 对, 对、要不然这一走是明显死了，没有地方可下了。对他挖空，他吃吃这个接上，对，这个都是。其实啊。花林队，我觉得啊，就是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方呢一般来说比较欢快啊，其实进攻方压力也很大。你看他形势不利的一方啊，往往甩一块棋让你吃，然后他占一个大场。你如果吃不着他呢，他就白占一个大场。刚才有很大的差距，他就追上了好些。其实进攻方也很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是互相的。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一般来说，大家能够找到屠龙的并不是太多，所以其实进攻方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对，因为那个现在当然这个地方现在路比较窄了，一般的情况下它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这种地方很多线索，对，它有那个冷箭出来，它有很多变数。在很多我们可以想到的棋盘上的变数之外，还有一个变数，棋手本身的变数。你如果意志力不够坚强，在关键时刻你要计算错一招棋，这是家常便饭，是吧？是，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我们了解围棋它的一些特质。刚才说到两个眼做活的问题，就两个眼做活了之后，它就随便怎么着都不会变了，啊，你海啸来了，把这个房子冲到大海里去了，房子里边还是真空的，人还是活的。那么由于有了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围棋它一定是攻方不如守方有利，就肯定是防守有利。因为他做活了之后他就不怕了，天不怕地不怕了嘛，所以围棋是防守有利，说起来因此攻方更辛苦。没错。为什么古往今来我们对于力量大的攻击型的棋手啊，我们喜欢下围棋的围棋爱好者朋友大家都比较尊敬或者有些是崇拜，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攻方不容易。这个实在是让人家看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不，你能够吃着那当然爽。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犯困，这个花脸队啊，就跟我们广大的棋友交流，我发现大家啊总是对于吃子啊，特别这个直观的东西特别愉快。我说你吃子还不如，我说最愉快的在我看来是被人家吃，然后你赢了，这个是最愉快的。但是不行，你说了千万次啊，人家还是愿意吃子，为什么呢？还是跟这个围棋的本来的东西有关系。对，但是被人家吃掉的，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了。但是吃子呢，就是说被人家吃掉一点，我觉得还是慢慢的可以纠正一下的。被人家吃你还要那个的话，这个是叫不战屈人，这个境界太高了。这个我们围棋是非常好的东西，它有很多东西啊，写了一个标题之后就非常耐人寻味。没错，可以做很多文章。算了，看棋吧。这个没有办法，只能接住。那么黑棋这个双方一定是强。那么白棋下一招挖，这是手筋。对，这个是手筋。黑棋当然这个是必须冲。对，要不然被白棋连上，黑棋就死了。对，江东润这招棋好，如果他单冲，你走，你再吃，黑棋不一定要冲这个了。他有可能直接走、直接走这个也行。将来万一这边有子，他有这种想法，反正我你踢的时候，我这招棋不用放在这儿。对。
因此在黑白双方啊犬牙交错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齿轮咬合啊，发动机在拼命高速运转的时候啊，哪一方出一点错啊，你刚刚辛辛苦苦的优势就鸡飞蛋打了。没错，我是对于攻方，反正我下棋不太喜欢进攻。好，我们看这个啊，他一挖，那么一挡住，白棋一冲吃，这个退，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是吧？你看上去要断吧？断的话，那我高高兴兴活了。得，这个棋不好吃了，不好吃了，那么就只有咬着牙破这个眼，接住，白棋再接。白棋是先冲的，先冲这个。找劫打劫了吧，就是江东任他不是没有准备，他还是有准备的，挡住冲，因为黑棋并非铁板一块，你必须挡住他这一提，这个你无条件的你只能接啊，然后他就叫吃，他劫财本身劫有很多，是不是啊？这个劫这两个是没有走过的啊，这两个没走宝贵的劫财，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打江什么时候都是有关系的，对，那你接上你黑棋必须立，白棋提一接，黑棋必须接。白棋必须利用这断点。对，这个棋呢，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线索给大家理一下，因为我估计呢，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棋友当中的80%都看过这盘棋了。因为这盘棋太重要了。太重要，而且太著名了嘛。对。最后呢，是把它全部吃掉吃光。对，因为那个八强赛的这三个棋手，一个陈耀烨，还有一个是范廷钰，这三个应该说是中国现在。当今的风云人物了，但是又是八强赛对的，又是那么强大的那个韩国的那个等级分前十名都出席了，对，所以我想这个三盘棋应该不能说是举世瞩目吧，也是广大爱好者在棋界是举世瞩目，没错，划分一个范围，所以这棋肯定大家都是看过了的，对，那么都一定有印象，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个死活情况给大家稍微理一下。实际上呢，我的结论呢是，白棋如果要做活还是可以的，白棋要做活是可以的，只不过呢，活了要输的话，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哈。活了也是安乐死，安乐死。好，因为下不后来呢，怎么活？不，他千头万绪。你比方说，白棋当他吃这个的时候，这个大概不会接，不能接了，这个一接一残，这个跑不出去了，这个跑不出去了。如果我们把它算成这样，对，所以他这儿有半只眼，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挤的先手，这儿有半只眼，所以这现在白棋这个棋呢，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一个眼都没有，它基本上接近于有一只铁眼，再加上联系到以后发展下去，后来出现劫争啊，差一个劫财啊，非常悬啊，差一个劫财啊，其实呢，我就说，如果是在读秒，白棋就在这儿断一个，这个棋呢，很复杂，但是基本上活是可以的，断一个就是黑棋无论怎么硬，我跳一个呢，那完了，后来劫财多了，劫财嗨了，我只能拐吃，你拐吃也多一个劫财。这个有个劫财，对，那我只能不硬了，让他损了，这个有点耐人寻味啊，对，让他损啊，但是黑棋就回去了。哎，这棋如果真，当然现在是没法这么活了，对，但是如果真是有这么活的时候，你这么来一招的话，对，这就是后手，就是符合你刚才说的攻和守的关系了，攻守关系，对，这冷不丁冷箭来了一下，对，而且明明白落一个后手，我就落一个后手，没错，就但是呢，关键是现在全局形势呢，已经不是说白棋活了就行了，他活了死的更难看，就输得更难看。对，这个棋就是说你在造劫的时候，先造一下劫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步棋，就是这个地方不行，但这我可以推荐给大家，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他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有点意思啊，但是当然还是牵扯一些变化。我觉得呢，我们要说，就通过看这些棋啊，一方面要说我们的鼓励很了不起，但是另一方面人家啊。也很了不起。其实过去我觉得在很多年我们小时候啊，当时那些宣传呢，就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歌颂一个英雄的时候，总是说这个英雄是高大全，就往往忽略了英雄战胜的对手，如果你把对手说得更强，他实际上也是那么强，英雄的形象更高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像江东任这个点啊，这些下得非常好，是啊，我想说韩国棋手非常了不起，尤其是这一次当我们古力赢了之后啊，他最后是进入决赛，是前四名当中有三位韩国棋手，古力好比是三英战吕布啊，古力是吕布啊，是天下武艺第一高强的人呢、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棋以及棋周边的故事更有意思。
意思？我想就是说，鼓励他自己来说，就上半年他不太适应90年代的骑手的冲击。然后呢，他这4年走过的路，我印象中他最深刻的是2010年他赢了许英浩的时候，也是在他上半年特别艰难的时候，12月份在上海，等于说泪洒上海吧，赢了许英浩，拿了，我印象很深刻，拿了冠军，那个三星杯的冠军。然后去年呢，输给袁成真的有点，最后一盘是有点不能说大意呢，是锦州也是，反正有点的这类型。所以今年呢，有点跟2010年有点相似，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给他一点美好的祝愿吧。行行行，好，让我们还是接着看。棋还没完，就是说白棋要保一条老命保得着，但是棋是要输的。后来白棋残，所以他就铤而走险嘛。这个，所以你看啊，华领队啊，我觉得啊，所以这种棋为什么现在职业棋手他们，我觉得要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他们现在下棋太了不起了啊，确实跟我们过去下棋的时候有点不一样。那是，这个压力大，力量大，消耗大。像这样的棋，如果你力量不到啊，你可能反被白棋吃光啊。是，我们接着看，他那个千钧一发。三星杯是每天下的，中间没有休息的。无论你下三番棋也好，下算那个双败淘汰也好，包括这些都是每天都下，没有中间休息的，所以体力是很重要的。行，我们接着看一场，那么黑棋顺便打一个劫，白棋把这个挡住，是吧？黑棋先冲，这是必须硬的，然后白棋再提，黑棋再把这个跳出来，白棋再尖，以下一气呵成，因为都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呢，这个冲不行，因为他一冲把这两个吃了，这个你吃这一个子没活，所以他必须尖。黑棋提，白棋猴，猴这是先手，接住上，白棋再提，鼓励必须把这个接上。然后你看这个江东人多厉害啊，他反包围啊，他从外边来卷啊。接着我们看啊，卷黑棋当然是提掉。是吧？他刚才这个棋没有冲这个。他是一百嘛，101是冲的，是这样。他现在提过来，提过来，白棋走的这个，白棋走这个，白棋只能走这个，因为你没有棋可下了，挡也挡不住。对，这一搬也搬出去了。对，江东人就是想拥有这个子，那么黑棋把这个一接，这个也没有办法，必须接住。这个什么叫纸里包不住火啊？他尖这个，这个也是黑下了。这道棋看到的时候我很感动。以下还有，就是我觉得江东人非常了不起。围棋如此，我们的鼓励更了不起啊！他就是什么？如果我下的话，我很可能就下这个了。小花，不会吧？我心没有，你出来你也没活啊，你出来也没活啊。就有可能我就动摇了嘛。所以说人不能有选择，不能有选择，只能就唯此一途才行，是华山一条路嘛。你看我就很可能动这些脑筋，然后咔嚓这个从这儿出来，对，你也没活啊，我就很犹豫。鼓励呢，你看、他后来就是多一个劫才赢的。就是双方啊在大优势的情况下跟对方肉搏啊，快一气。这个就是说，一个他计算力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本身其实慢棋，如果有快棋，有可能有选择真是跳出来。对，我第一感就是跳，我就想有人方便，因为这跳也很好，所以他就会去选择。这个毕竟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有可能自己进去。好，走这个，然后是白棋，哇，这一个这道棋我也非常感动，就是韩国棋手他这个计算啊，我觉得我们中韩两国啊，现在我是认为我们更好啊。那么中韩两国他这个年轻棋手的这个咬合太好了，所以日本为什么远远在后边啊，就我们太强大了。好，我们接着看，他挡住就要吃，挡住提这没有选择，挡住没有选择。你看纸里包不住火，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不是死了吗？提掉那么你说这不是死了吗？吃死了吗？这个一招不胜，满盘皆输。马上就结束。这个我会，是这个，这个我也会。他有这一招，他有这一招。所以当下一步我们看到古力九段在这儿叫吃的时候，是大为感动。哇，这个棋能够叫吃到这儿哈、你看他一叫吃，你再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哈。气就就有活了，你必须团这他活了。但你看到肉搏的时候，对方一招棋在这儿，这招意思是跟刚才一样，你一提等于说是人家走在这儿了。对，所以说黑棋没有选择，必须藏出来。对，我们当时看这个谱的时候，广大的棋友肯定觉得很爽快。坚持了一会儿，就看见最后网上打出来了，鼓励黑棋中盘胜，进入前四名就高兴了，哈哈一笑。你要进去体会这招棋啊，你看见他这招棋是送死啊。明明死掉的棋在这吃啊。而鼓励不提啊。他非要藏啊。
所以这个故事啊，我们细看这个棋啊，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把它摆完，最后摆完，哎，那么一走一提，白棋最后一个劫财，这个人家说英雄气短，现在他是英雄差一个劫，英雄差一个劫，全世界。白棋鼓励下的这一招就是准备，如果我们下得玩的话，就随便你在什么地方下两招，我就把这五个子扒起来，我把这个拔起来，啊，就快一个劫。你说鼓励比江东人高多少啊？多一个劫财而已啊。而且一直是大优势啊。所以呢，我想说，欢领队，总的来说，我们这盘棋太好了。是。尤其是感谢我们年轻棋手，他们这个自由的思想、犀利的招法。但是还要期待。国家队的高手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谢谢广大棋迷的能收看。好，好，谢谢你们，再见。好，再次感谢王源八段和华学明曲段带来的精彩讲解，也祝贺古力能够闯进四强，希望他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在下个月的比赛当中能闯入决赛，希望古力再次重温夺冠的经历。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您收看，再见。